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，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。如果帅到你，我只能说一句 I'm so sorry。总裁的语气我喜欢。你快听话去上班。你快上班去吧。我别摸害怕。那个常联系。能使挖头亲那样吗？去吧去吧去吧，听话啊。我为你心跳，我为你祈祷，因为爱。Standing in the corner like a tired boxer, one hand on my cheekbone, one hand on the rope, and all my veins. Sex.
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有些人认为他很能吃苦，其实他只是能吃体力的苦，有几种苦一般人还真吃不了，独立思考吃脑力的苦，克制忍耐吃自律的苦，读书学习是孤独的苦，能屈能伸吃尊严的苦，正是这四种苦才真的把人分开了层次。